事情，别怕我在这里。如果你找到了理想和憧憬，就让我陪你一起。生活成游戏，成目的，机会浪费多可惜。看着我和你的快乐，必须要更近。No feeling， 就暂停透透气散散。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了？快到了啦！班长今天怎么在这发传单？到底要买什么了？你干嘛？再给我卖关子，我生气了。好妹。讲就讲啊，凶什么凶啊？喏，这个啊，大人们都会买的，我觉得蛮有创意的啊。真的，我们家里嫂也会买，对吧？啊，这个东西有这么急着要买吗？明天早上美妆店买得到。我想说先买好比较安心啊。啊。我现在累了，我们明天再去买好不好？就在前面而已啊！哎呀，走了啦，陪我回家，我肚子很饿。啊，哎，你很奇怪，你到底干嘛啦？哦，哦。小酒量还喝这么？弱，起来继续喝啊！哎，妈，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没有啦，我只是想喝个水。我倒给你，你去坐一下。慢休息啊啦，太激动对心脏很不好的。你也知道，武家佑那个臭小子，讲话就是这样，很机车。我不在休息啊，我嘛无遐尼大性命，是差你。你就不要管他了，让他自己看要怎样就怎样。谁想管他、啊？我要管，当然是管你啊！你吼喝完水就上去好好休息，听到吗？我妈妈小朋友，哎哎哎哎，林人
拢伫遮，啊！你他妈咧恶了别个查甫人，是讲咱外国公道倒来吼，迄白银吼，哎，真的很像我咧。不许你这么说。虽然你有白云的幽默，可是白云没有你的颜值啊。你替你家己去比白云，啊，别输哦，刘德华去咧比周星驰同款嘞，哪会使安尼？你安尼讲啊，完全正确。哎呦，莫怪我这介你。哎呦。这位先生，这位太太，我这边做个访问哈。访问。请问一下，你们最近晚上是不是都不睡觉，都在看电视啊？没有啊，我们很正常啊。那欧义贤先生，我是。你最近白天的生意好吗？不错啦，就跟平常一样哈，算很好啦。那你们到底哪时候才要准备我的生日派对啊？你安啦，哎呦，我都安排好了啦，哎呀，我们安排好了，你不要担心。就是说呗，明天吼，你只要开开心心的去洗个头啊，整个睡睡，哎，准时晚上七点回家就可以了。真的吗？嘉玲啊，你是不是不知道要怎么招待男同学啊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？什么叫招待男同学？这哪传出去吼，咱家里没有那做人哈。对啊，讲那什么啊？我们家是做整骨，不是摸骨的。对，口，乱讲话。而且你们很奇怪，干嘛强调什么男同学？我们有女同学啊。对啊，你就是女同学啊。这个男同学吼，跟女同学吼，这个进度缓慢啊。所以我跟这个方妹哈，我们就策划来办这个 party 啊，你啦，你们不要在那边想东想西的，我跟齐家宝就只是好朋友而已，不会有什么进度啦。这样睡不多不少，刚刚好。那是因为你老了，我的身体还是大学生，大学生就是要熬夜看片，然后睡到中午。我昨天陪你看片，你今天要陪我练车啊？我昨天有叫你陪我吗？我有吗？没有嘛。哎呦，起来！我刚才不起来是绝对不会放过我的。你知道就好。加油，妈就是看你那么慢慢照顾你自己，让妈很不放心，所以才会想要赶快撮合你跟丁丁，结果搞砸了。可是你不能把所有的错都怪在妈身上，你自己也要负一半以上的责任啊。多汉啊，总是要靠自己，妈祝福你。真的挪不过你，上辈子已经欠你。干嘛讲啊？不然我请你吃早餐啊，我们吃顿好的。好啊，早餐，但也不是你请。早餐来了。谢老师，安大嫂，
早安。蒋医师怎么也来啦？早。真的是好心有好报哎。季老师，你怎么知道我们这个时间要出门啊？该不会你早就在这边等了吧？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？没有啦，我们才刚到而已。刚到？怎么会那么巧啊？就……小敏敏，不要逼他啦，是我家来的。啊？阿喜好了没啊？快点啦！哎呦，快好了啦！我真的不懂你耶，练个车为什么那么迫不及待？最后一组你还说可以，很重好不好？江湖救急，江湖救急，该不是蓝刀发生什么事吧？喂，喂，阿喜，怎么了吗？是蓝刀发生什么事了吗？现在马上到米兰达家，我要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。原来是你啊！你是有多不想陪我练车？不是嘛？大好的周末干嘛要练车呢？当然是要吃个早餐才有悠闲的感觉啊！而且老季要请客。是啊，上次陪你练过车之后，我觉得你一定没有问题的。如果你不放心，周一返校后，我再陪你驾训。我觉得你还要再观察一下哎。因为老季他没什么恋爱经验。我觉得你就再观察一下吧，不然到时候会错意反而受伤。哦，可是周一返校，我可能有很多事情要做哎，那我再看看时间好了。哦，也是，主任返校应该很多事要处理吧。看来我跟阿喜把米兰达洗脑得太成功，再不帮老纪一把，他恐怕连这顿早餐都吃不到。阿喜说的没错啊，既然大家早上有空，一起吃早餐吧。啊，对啊，他都这么说了，你就答应吗？好啊，但是餐厅由我指定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那我们走吧。平常这时间，妈已经在准备早餐啦，人呢？妈，妈，你起床了吗？今天不是周末，我不吵啦。这段时间我想静一静，找个地方散散心，你们都不要来找我。你快点起来啦，妈离家出走了，快点看。啊，离家出走。等你们来看哦。
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芋头。芋头怎么会长这样？哦，不是哦，山药。牛蒡。你们保证没有吃过的了。叫树薯。树薯啊，要有点力气哦。这个就可以拿了嘞。哎。是啊。会不会是长得像树薯的榕树啊？对啊，这个太大了，我们再换一个。来吧，营业中。本节目由 BB Lab 复活草面膜冠名播出。你好，不好意思，请问那个武太太今天有来过吗？没有哎。哦，没有。睡觉。喂。喂，赵阿姨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我妈在你那边吗？哎，对，妈有去那边吗？哦，没有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再麻烦你哦，谢谢，谢谢。陈妈妈，我想问一下，今天我妈有去找你打麻将吗？哦，没有。好，那我知道了，谢谢。哎，是，是。喂，洪雅贝，我想问一下，我妈有在你那边吗？好，好，没关系，那再麻烦你哦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哦，没有啊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涛涛，快点坐。好。安达，这里。哎，这就是你选的早餐店哦。有人请客就是要去那种好一点的餐厅啊，比如像是buffet啊，或是早午餐，怎么会有人挑这么普通的早餐店呢？哎，小姐，你该不是在帮老纪省钱吧？还没交往就知道要当一个勤俭持家的贤妻？才不是嘞，你不要乱讲。阿奇，你觉得普通，但对我来说很特别。我住院的时候，兰达日日夜夜照顾我。我们出院后吃的第一顿就是这家。兰达，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天？就是坐在这桌，还好，兰达还是有把我放在心上。哦，原来吃的不是早餐，是回忆啊，老纪。嗯，原来吃的不是回忆，是爱情啊。哎呀，不是啦，是这家早餐的 CP 值真的很高啊。哎，这是真的，他们的情侣鸳鸯套餐真的很划算。哎，你们今天可以点点看啊。涛涛，既然他们这么推荐，我们就也来一份吧。没问题啊，尽量点，今天算我的。老板，我们要两份情侣鸳鸯套餐。谢谢。好 ，Apple 给他们来两份情侣鸳鸯套餐。哎，要就是电视，先把桌子擦一擦。哇塞！姐，哎，怎么样？我这边都没找到。你呢？你那边有消息吗？我整本电话簿都打完了，也是没妈的消息。啊，他到底会去哪里呀？我也不知道。你知道他昨天他……啊，臭小子已经够自责了，要是再跟他说妈昨晚心脏不舒服的事，只会让他更难受而已。怎样？妈昨天怎样？她昨天，她很生气又很伤心啦。每次喝那么醉回来，讲一堆有的没的，把事情搞得一团乱。都是我错，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，我不知道妈会离家出走啊！哦，我怎么白痴啦？姐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饭
放心啦，妈是皇太后哎，朋友那么多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我相信她气消应该就会回来。啊对对对对啊，就是这哦哦哦哦，有舒服哈、啊？这厉害，我甲专业的吼请教过呢。我姐姐安尼感受会出来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两位甜蜜的时光哈。现在已经下午了，怎么还没开始布置啊？哎呦，这你放心啦，交给我们就对了啦。你们这样来得及吗？要帮你们吗？哎呦，唔免啦。时间不早了啦，你赶快去洗头啦。嘿啦。今天是你最重要的日子呢。你身为主角，你的头发当然要去给专业的好好 settle 一下，才能够美美的登场啊。我真的可以放心交给你们去洗头吗？嘿啦嘿啦，是你才要来不及啦！你看看现在几点了？那个美容院吼，一坐下去都要一个小时呢。你再不赶快去吼，被护的是你啦！快去快去！英姐啊。好吧。你们尿起来一半，继续。加了哈。走啊走啊，他就要进来啦。我给你给你给你。来。这是条较细，这条。好啦，紧调啦。这边啦，哎呐！我掉没体力啦！啊，总经理，再也不想看到你。小苹果，我就是受不了你被冤枉，还有觉得委屈啊，我会很难受，你懂我心情吗？主任不吃糯米啊，所有老师都知道，你不知道吗？我除了要在高二乙班上台领奖之外，我还要当着全校的面跟吴老师告白。假扮班导，最后能不能变成你的师母，就靠你们了，好不好？我就陪你去做家访。TVBS 四十二台每晚八点。阿敏，徐家宝呢？激进校园生活，陪你开心一小时。姐妹舒维士，姐妹舒维士 ，Best friend forever。追爱就要直球对决。我会对你不离不弃，你一定会回心转意的。真爱就要互相信任。我一定会做足功课，这样才能好好照顾你。每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《机智校园生活》明星三缺一冠名播出。我就跟你说，不要去那边，那有陷阱嘛。这样你才知道我多需要你 carry 啊。很简单吧？可以耶，对不对？左边，往左边，往左边。我跟你讲哦，你再往左边走，你往上，往上。哎，蓝色那个，蓝色哦，大招下，来，大绝，有，大绝教的好。好来，我跟你讲要赢的，要赢的。我要先去叫等我，你等我一下。好吧，那你好。好。干嘛啊？欧嘉玲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对每个人这么好？我哪有？没有，随便。每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 ，TVBS 四十二台《机智校园生活》。高
我是咪宝，更多独家精彩花絮都在 TVBS 聚在一起。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芋头，芋头怎么会长这样？哦，不是哦，山药、牛蒡。你们保证没有吃过的了，叫树薯。树薯啊，要有点力气哦。这个就可以拿了嘞。哎，是啊，会不会是长得像树薯的榕树啊？对啊，这个太大了，我们再换一个。来吧，营业中。本节目由 BB Lab 复活草面膜冠名播出。承载着梦，跨过了天际，差你点头答应。I'm ready。眼见不一定就是胆，伤害人不一定要装子弹，把失去都看淡。有天会明白，爱比不爱更勇敢。日复一日醒过来，突然你说了一句早安，破碎所有不安，空气都旋转，此刻世界停下来。I can see， 那么遇见你，所有答案渐渐变清晰，我可以更喜欢自己。To beI'm not afraid to die.